Hello， 各位好，又翻到嚟 Pokemon 激進紅。咁首先咧，要講一講咧，就係咧，我喺呢只 game 度咧，發現到好啲好有趣嘅嘢嘅。咁之前咧，就喺呢一個嘅彩虹市嗰度咧，就發現到呢個地方啦。呢個地方咧，就有一啲送各種嘅蛋啊，跟住咧，佢就話俾翻相應嘅碎片俾你咧，就會俾佢嘅。咁然之後咧，呢一度咧有個黃色碎片啦，佢就咧可以交換一個比加超嘅。咁我哋首先交換俾大家睇下，究竟佢出啲咩出嚟先啊？好有趣嘅。系啦，皮卡超啦，咁入到去咧系群儿小姐嚟嘅，系啦，咁然之后咧佢有电气球喺身喎，技能方面咧佢竟然有电磁波呢啲复特替换神速呢啲技能喎，咁即系话咧其实变相即系话我哋可以咧慢慢喺度插一只劲嘅精灵出嚟啦，我哋可以试一试究竟可以插到啲咩出嚟，好有趣嘅，嗱坦克臭油，咁我谂应该都系见过嘅精灵啦，系啦，外火陀。佢啲技能咧，唔知点解可以有电磁波喎，有啲重。嗱，热带龙，嗱，热带龙有电磁波神速啊，系啦，睇下有冇啲咩劲嘅精灵先。咁啊，群儿小姐啦，冇咩特别呢度。我哋睇下佢会 vending 到啲咩精灵出嚟啦。哇，系全 S 喎，原来，咦？咁有得谂喎，系嘛？系喎，佢全 S 喎，啲重劲喎，呢招咩嚟噶？呢招，哦呢招系电器场地啊，唔会瞓觉。大光石，大光石识神速，唔系啊话大佬太劲啦啩？干地，哇超高超高攻，唔系超高防先啱，攻击得六十，劲低。无壳海游啦，无壳海兔啊，咁无壳海兔有电磁波都系一个几强嘅精灵嚟，其实。睇下仲有啲咩啦，烏波啊，哇烏波勁，哇烏波識水星拳嘅咩？烏波識神速電磁波，勁喎、啊、其實，不過要練防御咯，呢度要練防御都幾麻煩，有啲麻煩啦、啊。哇冰砌我，哇冰砌我正喎、啊，全 S 嘅話又 OK 喎、啊，又有電磁波，哇咪玩曬，係咪咧有神速？係喎、啊，其實幾勁喎。欢乐时光系可以咩换钱啊嘛，诶嗰一弯入面对战咧获得嘅钱乘二咯，记得冰砌我啊，麻麻地好似有，谂落好似又麻麻地，摇篮百合，引水嘅摇篮百合、啊，佢固定系固执噶喎呢一度吓，系嘛，系喎。系咯，固定固执嘅，佢一定系固执嘅比加超嚟喎，送云儿小姐啦，咁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嘅精灵啊，冇啦，都系呢啲。诶，追射树枭啊，性格保守，但系点解佢系加特攻减攻击嘅性格？有啲问题喎呢度。哇，喺又识神速喎、啊，神速其实配只高攻啲嘅用系 O K 嘅，但系追射树枭感觉上唔太高攻啦。其实最劲可能我谂应该系冰砌我啦，系嘛？冰砌我嘅神速应该系最强啊，因为佢本身如果佢未除头盔嘅话咧，那个速度咧好低嘅，咁呢一度咧可以弥补翻，可能系真系。好，我哋翻到嚟呢一个嘅浅龙寺道馆啊，咁依家咧就继续打呢一个嘅馆主。咁头先咧就升个冰砌我嘅呢个 level 同埋嗰个种族值啦，依家基本上已经系极速同埋攻击，所以就都应该几劲嘅，如果甩咗头盔应该系最快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试一试啦，首先都系暴势龟摆头啊，暴势龟摆头呢度直接用。岩石打磨系啊，岩石打磨咁呢一度佢会走嘅只大黄蚁应该咁，同埋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是、咧呢一、這个咧道馆呢一、這个夹破人蛙咧，唔知系咪有先制技能啊？佢都系快过我嘅，因为依家呢一刻咧步细龟系有两成二嘅速度啦，咁即系话佢有260几甚至272系嘛嘅速度，咁亦都降咗夹破人蛙一级速度嘅吓，减咗一级速度，但系佢都系依然快过我嘅，俾大家睇下。佢呢招系咪先制技能啊 ？Water Star 系咪佢个专属技能啊？啊，唔知道啊！喂，佢打死咗我啊？唔系话，竟然咁用冰砌我啦。咁啊，敏捷虫啦，其实佢系快过我嘅，同埋佢系特攻嘅技能啦，所以其实死咗啦呢度。咁样，我哋是但先啦，就咁神速先啦，好嘛？就咁神速先啦。
我可以打死喎，好嘢，好嘢，咁都打死，好嘢，好嘢。咁啊，大王燕呢都系特工技喎，佢咩爆音波啊嘛，好似咁呢度要走一走啦，最好走一走啊呢度。但系都唔知换边只喎，换导电飞鼠啊，因为呢场冇乜用啊。跟住我哋直接用大狼犬，用特袭。咁呢度用兵器，我再用神速。哇！呢招神速救世界啊，真系。咁啊，战完荣耀又系特工技能啦，咁所以可能要死啩，我都唔知嘅。我哋先用神速先啦，吓神速啦，佢都系 mega 啦。诶，未死喎，但系冇除头盔嘅原因，因为佢系特工技能啦，但系唔紧要啦。我哋用蜥蜴王够唔够去快呢？试下先，可以试一试啊。呢度用能量球，哇，直接用多龙喎对面，咁啊死啦，我 mega 咗。我 mega 咗佢用龙箭，应该射死我可以。咦，我快过佢，咁有机会有机会赢啊！因为呢一下应该打佢一大半嘅可以。好，打埋。咁依家得翻龙王蝎超麻烦，龙王蝎我唔知系咪佢有招先制技能啊，都系佢系一定快过我，因为而家我蜥蜴王讲紧系292速，非常之高。龙王蝎系绝对冇可能快得过我噶，因为我系极速嘅蜥蜴王啊嘛。但系佢系可以快得过我嘅，唔知点解。佢得翻一只啊，能量球啊，诶，飞叶风暴啊，咦，我快过佢喎。咁睇嚟佢用咗啲咩技先？哦，咁睇嚟佢做速度真系好高喎。但系龙王蝎冇理由快过我之前测试过咧，就系、是、咧龙王蝎冇理由快得咁紧要喎。我哋呢度可以用近身拳击嘅，其实或者重踏补稳阵少少。近身拳击啦，好嘛？定重踏咧，即系重踏先啦，重踏先啦吓。吓佢呢招技能唔知咩技嚟噶，超痛，哇打唔死佢喎。系啊，你见到佢超快，唔知点解龙王蝎，我记得冇咁快嘅其实。好啦，咁头先 check 咗咧，夹破人蛙咧的而且确有先制技能嘅，就系、是、飞水手里剑啦，就好似打二至五下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佢每次打都系得三下咯，好奇怪都系。咁啊，继续岩石打磨，跟住岩石风啦，跟住呢度用上人头锤，系 Water Star 唔系飞水手里剑啊，系唔知咩技能嚟噶 Water Star， 我可能要 check 一 check 睇下有冇呢招技能咯，击中了三次 ，OK， 咁呢度佢出龙王蝎啦，一定快过我啦，所以咧我哋就冇得拣啦，呢度其实都冇得走，咁我哋是但啦，上人头锤啦，同埋睇一睇先。136速，咁我呢一度理论上係可以快得过佢，因为头先蜥蜴王系咪292啊？咁即係话佢280几速咁黐线，改过嚟喎啲数字，我觉得係吓佢都係快过我喎。呢一刻我係用咗岩石打磨嘅，系啦，或者可以再试一试啊呢度，我有啲嘢想测试一下，呢度直接用两下岩石打磨，系啦，跟住再用双人头锤。冇中到啊嘛，系冇中到双人头锤啊，两下蓝石打磨，跟住双人头锤。哦，佢应该系打二至五啦，头先佢打咗两下啫，佢叫咩 Water Star， 打死咁 OK， 会唔会打死埋我咧？其实已冇死到，呢个睇下够唔够去化啦。我开咗两下蓝石打磨，两下嘅蓝石打磨真系四倍，即系话系乘三嘅速度。啊、速度乘三，而家三百几四百噶啦，所以一定快得过佢嘅。我谂呢度用双眼头锤啦，系啦，终于快，但系避过咗攻击啦，好遗憾地避过咗攻击俾佢。好啦，咁呢度系我嘅黑仔问题，打三下，咁呢度会唔会反击反死我？会喎，阴功咯。咁即系话，如果我想用暴世龟打龙王蝎嘅话，就先要条件就系夹破人蛙要打两下啫，唔可以打超过三下。我哋可以试下呢一个机率究竟有冇呢个机会出现？咦，有啦，两下呢下应该未必死，系啦，咁呢一下就可以撞到龙王蝎啦，终于可以快得过佢，黐线嘅，睇下真系咧个速度都唔知咩事嘅。好，咁呢一度咧龙王蝎就咁样嘅，我哋可以直接用大狼犬嘅特袭出嚟打死佢啦，打唔打死啊？打唔死喎，呢度特袭多次死唔死呢？希望可以打死啦。
OK 打死。大王子咁都系特袭啦 ，OK 啦。跟住就用兵器我嘅神速，好，应该打死嘅，因为我好高攻啊呢一个兵器我。对面雀仔嚟嘅啫，应该唔会，应该唔会顶得住嘅。敏捷重乜都系神速啦，咪冇办法啦呢度。唔系喎，咁够唔够打呢只？好似未必够打喎咁样，因为我死咗大狼犬，冇办法打赢佢喎。虽然我好似又唔够佢快喎，避我总攻击，我虽然我系够佢快嘅，但系避咗俾佢。真系黑仔嘅极致，大佬。两下啦 ，OK， 咁得啦。跟住呢度再用双刃头锤啦。咁呢一刻其实可以直接用兵器，我用神速打嘅，应该打得死噶呢下。啊，打得死。咁敏捷虫都系用神速打啦呢度。OK， 咁打死咗之后就大狼犬用特袭。OK， 大王二都系特袭啦呢度。跟住就可以换只蜥王出嚟用飞叶风暴。哇！直接用巴龙，大佬，我惊打唔死喎，特攻扣咗，真系打唔死，唉，总之用能量球啦。佢竟然咁样换重啊！佢仲有啲咩重喺后面啊？我哋先用导电飞柱先，好唔好啊？谂下先，打击鬼，佢好似有只大黄焰喺后面啊！我都估到啊，呢度佢咁样出，佢咁样出，我死咗啦，我又。起死回生先啦，佢呢度一定快过我，一破阿摩就死咗。呢度导电飞鼠就打唔赢佢啦，打唔赢呢度，最衰系多龙嗰度咯，系赢到嘅。不过三下、四下、五下，打咗五下头先嗰个 Water Star， 唔知神魔嚟，两下好啦 ，OK。雙刃頭槌撞好搞掂，跟住就兵器我啦，跟住用神速，再神速，跟呢度大狼犬嘅特襲，大王燕用特襲，呢度蜥蜴和我哋先使唔使 mega 能量球，系啦，跟住再用飛熱風暴 ，OK， 跟呢度再用。呢度走一走先，换做地导电飞鼠，跟住换蜥蜴王，再用能量球，系啦，咁啊赢啦，赢了各位，呢度飞叶风暴，系啦，咁呢度打击鬼再用重搭，完场啦各位，咁就胜出啦呢一个赛事入面，唉，好辛苦打呢一个，我特登整咗只暴势，整咗只嗰啲咩企鹅话冰砌鹅系啦，可以用冲浪啦，场外乌泥炸弹。你需要戰圓榮圓啊！速度，你需要速度啊！俾蜥蜴王你睇夠曬快啦，係嘛？即係太快了吧？佢有名玉喎、啊，咦？俾只快嘅嘢去睇有名玉送咁開心啊！係啦，兵器我嘅神速係真係救咗我，因為喺呢只 game 入面咧，先制技係好重要嘅，因為好多重咧佢嘅速度都勁快，所以先制技係唯一突破嘅地方咯、啊。大家如果真係過唔到嘅話，可以揾到只比加超嚟玩啦。又或者你想要咩八合金娃娃神足嘅都可以，然之后咧就系下一个嘅呢一个呢一个叫做咩啊？呢个叫做劲敌吓，劲敌达人摆，其实呢一度可以配命玉噶，老实讲打击鬼，虽然佢破自己防，但系唔紧要啊，应该可以一拳打死啊，打唔死嘅竟然，咁啊唔用命玉啦，大人。要有地震先得喎，地震边个有啊？唔系，应该系话边度有啊？地震一招地震可以震，但唔系啊，佢有漂浮啊，系佢有漂浮打唔到，喷射火焰可能得嘅，起死回生重搭，哇，大爆炸老友，呢个近身拳击，跟住重搭，咦，佢咁样放嘅，佢应该水流喷射打死我，我扣一防。系啦，咦？今次咁样出嘅有啲古怪喎。呢度起死回生，跟住重搭打唔死啊！呢度，所以一定要近身拳击再用重搭啊，定再用多次近身拳击。佢一收呢一下咧，应该一下打死呢下，一拳打死。系啊，
哎，系我身上装咗命玉喎，唔话知得啦，吓装咗命玉啊，转翻大人带先。因为命玉唔得，命玉会破自己防。近身拳击跟住再用近身拳击。咦，佢今次唔换重喎，好奇怪喎。重踏，起死回生。喺呢度直接死咗佢。佢有呢隻嘢喺后面。我哋用只蜥蜴王啦，跟住用能量球应该一发死啦，唔使 mega 都。白蚊怪。反过我哋 mega 复飞叶风暴 ，OK， 沙奈朵吸咗我适应力喎，我适应力好劲，转重先，转做导电飞鼠啦，或者暴细龟啦吓，暴细龟。跟住佢而家妖精超能力啊，妖精超能力系怕咩？降啊，毒啊，鬼系嘛？蜥蜴王啦，导跟住飞叶风暴啦，都系，诶、欸、好喎、啊，杀死一下。刺耳星唔要啦，呢度唔要啦。咁啊，最后一只蜥蜴王啦，咁唔使问都系 mega 啦。佢呢度我哋飞叶风暴啦，冇得拣啦。我快啲喎，因为我 level 高过佢三咧。呢度我哋用大狼犬嘅特集，应该赢啦。兵器我神速完场，完了，冇理由打唔死啊！呢下系啦，打死啦。有兵器我神速。完全冇卡关嘅情况，我感觉我哋之间差距咧一次比一次少啊！我知道咧，我可以做得到，不过多谢咧一如既往啦、啊。有个拿支挥枪应该可以用呢个啦，水岩一路平安火技，咩火技大佬？好啦，咁啊，原野区终于嚟到呢度啦！哇，飞天螳螂，飞天螳螂应该系佢冇随机到啊！头先我觉得系，正常嚟讲唔会有飞天螳螂啲咁强力嘅精灵。系咯，只系有啲咩地鼠啊，种嗰啲咁嘅精灵。吓、啊、云雀啦，又系吓，唉、啊哎，走啦走啦走啦。依家 mega 石 ，mega 石 ，TM 十一，唔知咩技，唔知系咪电嘅技能咧？头先睇嗰个标记，嗰、那个图喎，克拉克罗斯啊。捉我只吉利蛋，一切努力都系值得嘅。吉利蛋啊，随风球啊，随风球都系麻麻地啦。咁难捉个随风球点解可以？吓、啊，冰砌我又有，唉，冰砌我唔要。长毛狗，长毛狗都 OK 啊。TM 五廿八，咦？呢招都系电嚟嘅，好似睇一睇先。TM 十一同埋五十八，五十八系呢招，呢招咩嚟噶？呢招唔知咩技要。十一呢个大晴天啊，大晴天冇乜用啦，火队先有用。大针锋石喎，大针锋都劲，哇咁快，有冇得游水啊？而家冇得游水住，咁即系要慢慢行过去啦。OK OK， 我哋行过去攞个冲浪啊，要，因为个冲浪喺入面啊，喺最尾嗰间房度吧，好似系啦，原野区最后一间房，南瓜精啊，天然雀，点解会有天然雀？头盖龙，哎呀，未执嗰个47呢招咩嚟噶？唔知咩翼喎呢招，干翼啊嘛？大髀鸟石喎 ，mega 大髀鸟。呢度有冇啲咩啊？进化火衣背，应该冇啦。好，我哋费事啊，嗰步数咧用得太尽，我哋要快啲过到去先。呢度，跟住再过呢度。好 ，HM 零三就可以游水啦。好，這個、呢、這个咧？呢个咧？呢个咧？冇特别呢度。又有 mega 石，好多 mega 石喎、啊。长耳兔、這個、呢个咧？五十五呢招系咪广域攻击啊？唔知咩技嗰招，超能力啊嘛？活力快都冇乜用啦呢啲。因为呢一啲要喺外场外嘅时候先用得咯，喺 game 即系喺战斗面唔用得嘅药物嚟嘅呢啲系。好，咁今集时间差唔多，玩住咁多先啦吓。过呢一个原野区，过咗劲敌，过咗馆主啊，差唔多啦。今日嘅剧情好，下集再见各位，拜拜，记得订阅，拜拜。